我看见的就是个人，可能穿了件雨衣，骑了个小摩托，木兰摩托那种，罩在雨衣下面了。他脸上应该戴了个面具。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猫头鹰也叫夜枭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就是当年那条巷子。我租了这间房，没事的时候就来这坐着。 喝着茶，看街上的人，希望能看到他。你说你看到的那个人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？没有了。哎，你们能不能查到97年全市轻型摩托的购买记录啊？可能性不大。 读了一些书，原来很多西方文化里，猫头鹰代表恶魔。